你好，欢迎收看8月12号的管理起来新闻，我是陈慧琳。新北市市长朱立伦12号为伊斯兰文化节揭幕时表示，我们身边有很多穆斯林好朋友，像是在新北市就大约有30,000名，他也希望透过美食还有文物的展示，促进不同的文化交流。在这场伊斯兰节活动上，朱立伦表示，有时候因为误解让大家以为伊斯兰文化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全球穆斯林约有16亿人，占全世界人口的25%。新北市就有30,000名的穆斯林，与台湾邻近的印尼、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和中国大陆也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。伊斯兰文化绝对值得我们深入认识与了解。在我们的周边，其实有很多穆斯林的好朋友，包括我们新北市就有30,000多名的穆斯林的所有的教亲住在我们新北市，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伊斯兰文化节，尤其是在上个星期五是开斋节之后，我们等于是一个月的我们的斋戒之后，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是穆斯林的文化。为了庆祝伊斯兰文化节，市府一楼大厅地板和墙面都贴上清真寺常见的几何图形壁贴，空气中也弥漫着烤沙威玛的香味，带领参观民众进入伊斯兰的世界。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主要的文化加以了解，也透过这样子让我们大家彼此相互尊敬，而且我很希望我们的同学、很多的孩子、很多的乡亲，大家透过这样的方式更能够学会什么叫做不同的文化，什么叫做宗教彼此的包容，什么叫做我们彼此的尊重。静态文物展从12号一直到16号为止，其中最受瞩目的展品是全球唯一的手抄国语古兰经，另外还有清真寺铜门模型、美丽如绘画的阿拉伯书法等10多件精美文物。现场也有穆斯林志工深入导览，让民众在享受美食之余，更深入了解伊斯兰文化。谢凤强，市府常报道。